顾小姐与王爷提了和离，不过王爷没有答应，毕竟小姐的病还需要顾小姐的血。不过我有些不太明白，小姐的病明明已然康复，为何还要我去写？我若不如此做，还有什么理由能够继续待在王府呢？我还是不太明白，当初王爷是因为小姐的病才答应娶的顾小姐。轩哥哥对我不过是一些愧疚和师门情谊罢了，就算没有顾明言，也还会有林明言、许明言。那顾明言钟情于轩哥哥，家族势力又雄厚，我就算阻止能阻止得了吗？我要留在王府，就必须要有一个头脑单纯又能在我掌控之中的正妃，而顾明烟就是那个人。我知道委屈义兄了，可是婉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请你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就帮帮妹妹吧。顾小姐，这可是宫里上好的金疮药。我就算是死也不会用你们的药。哎，还好没事。哎呦我的顾大小姐，这可是王爷特地去求太子爷赐的药，您怎么就这么给扔了呀？多嘴，银桥，还不给你家小姐上药。是。